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台 FNSA A6B 高阶蓝牙卡拉 OK 扩大机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使用遥控器，因为它有遥控器的功能。哦，那好，那我们现在是接到 KTV 的那个输入，所以它是 OK 的。我如果我们再把它切到别的输入 ，OK， 你看它在输入都每一组都是可以调动的，没有问题。好，那我们再切回来 KTV， 那我们把那个音乐的那个音量把它转大声哦，它就有更大声。好，那我们再把音量的声音关小。好，然后它就是音量会跟着小声嘛，然后麦克风的音量。麦克风的音量关小，麦克风的音量慢慢的放大，越来越大声哦。麦克风的音量关小放大，那一样到面板前面去操作也是一样的。哦，输入，大小声，好，麦克风的音量，麦克风的音量。哦，好，那边还有一些那个麦克风的那个低的那个音质调整。就是高低一样，高中低一样，哦，也是都 OK 的。对，那这边是音乐的大声小声，那个低音跟中音，那还有高音。那这个是 echo， 调到这边就完全没有，那调到这边越来越多。本机比较特别的是，它还可以当 DAC 用，所以我现在是把它切到 DA 的话，它是同一台那个 CD 出来，但是我现在接的是数位同轴，它现在是同轴收录的状况下这样，因为它本身有内建 DAC 啊，所以它是可以当 DA 用。啊，还有一个功能就是，如果我们把它切到蓝牙的话，现在我把它切到蓝牙，我是用手机去控制这样子。那我现在是用手机去控制。我现在是用手机去控制它，因为它是接蓝牙的状态，所以手机的部分接蓝牙，或者是你家里有什么装置用蓝牙去控制它，也是可以接收 OK 没问题，所以是一台非常方便的就是非常全面的那个多功能型的卡拉 OK 扩大机啊，有蓝牙，有 DA， 那也有一般的那个类比输入都是 OK 可以支援的，然后音质也很棒，就是以卡拉 OK 扩大机来讲，这台算是我听过声音是算非常有质感的。好，那以上就是介绍到此为止。